电视台即将欢度15周年庆，迎接台庆到来，超过100位的大爱台同仁还有演艺人员，利用时间演练了心愿以及圆梦的手语剧。今天进行了第一次的总彩排，步伐轻柔，手势优美，圆梦手语队形由60人组成的3艘船型，举手投足，透过第一次总彩排，验收2个月来的成果。声势威猛，震慑人心。从执行长、总监到部门同仁，上下一心，拿出见证大师1000多年前突破重重难关，坚持一念传法精神。一般千劫终朝逢，要设心在那一念心啊，才有办法到。每次成员是每次的位置啊，不会容易弄，其实是 OK， 下次不 OK。那边说，有时候要提醒自己要随时随地要那个那一念心不能有散乱。打开马步，看看天空。为了迎接元旦台庆，利用中午休息时间，大家一次又一次耐心彩排，动作一条再调，调到最后慢慢体悟，演绎只是一时，重要的是过程中学习谦卑柔软，成就团体之美。台新闻邵志杰、简元吉台北报道。